互动新主播，现在听我说。这今天呢是全民健身日，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体育的影子。给大家伙呢看一位被网友戏称为天生运动员的宝宝。说最近呢，山东潍坊的一个宝妈分享了自家宝宝的睡姿，她无论是平躺、侧躺还是趴着，宝宝的两条腿她永远是标准的一字马造型。从他3-4个月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他这样睡觉，他现在1岁5个月，对，他几乎每天都这样，就是尤其是刚睡着那一会儿，你把他放到床上之后吧，他自己一翻身，然后就会是他喜欢的姿势，就一字马。过一会儿你给他掰回来之后吧，他还会再回去。我以为所有的小朋友都这样，所以我没有觉得任何异样，我就觉得挺可爱的。火了之后吧，大部分网友都说挺好嘛啊，然后就鼓励嘛，然后还有一部分说就有可能是髋关节啊或者肌张力有问题，第一时间就赶紧带到医院去检查，结果医生说都是正常的，不用担心。有这个技能以后，如果他喜欢这方面吧，啊，可以培养培养。这也太可爱了是吧？有网友说了，说我好像呢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金牌，赶紧送去体操队吧。那这得多勤奋啊，一出生就练上了是吧？加油吧一字马小朋友啊，期待你未来一马当先。